只要你珍惜，那一夜我会。好想仙人变化，好想好想江东子弟何惧于天下，好想好想杀吾乃江东小霸王，杀了我虎了。说我唱歌的直接就是永久禁言啊，是永久禁言啊。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劝我，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我过河拆桥，顿饭中会禁言禁错了几个。好，那我截掉。神灵盟民反了吧？啊，那就是民反吧。禁言禁错了，不好意思啊，给你截了一句。无中生有，只禁错了一个。我唱歌的时候不要没事在这里刷存在感，老子唱的这么好听，不要像个鸡巴一样的，老子看到就禁 OK。而且是永久禁，一禁就永久禁了，好吧。关所能当中，我觉得不能当孙策的中。我给你的越多，你却要想多，所有的问题我不是说一定要你夸我唱歌唱的好听，因为我唱歌唱的好听这是一个事实，知道吧。有的人他平常不唱歌，他不敢像我这样放声唱歌，他就觉得怪了，他觉得不好听了，你知道吧。他就说了一些鸡巴话，你觉得你要是接受不了的话你就走就行了，好吧。你是属于那种没有欣赏能力的人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，你不要在这里说鸡巴话。我不是因为你唱歌才，你说我唱歌难听才禁言你的，我是因为你说鸡巴话我才禁言你的，你知道吧。我这个人是受不了谁说鸡巴话，你知道吧。谁说鸡巴话我真的是我想他死，真的是有点没素质。对，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走，不强求，好吧。你看像这种我就不禁他啊，像这种我就不禁他。我觉得我挺谦虚的，我唱歌确实是好听，这不是谦不谦虚的问题，这是事实，你懂不懂。就比如说我孙权吧，我玩孙权的时候烧得很的，这也是事实，玩得好啊。张胜本，我帮你问一下好吧，我现在有点忙，我现在没时间，等我工作完了之后帮你问一下，我问一下吧，好吧，亲我一下我就帮你去处理这个事情。哎，算了，你是有男朋友的，就算了吧。你就亲我一下吧，亲我吃个饭吧，不然亲我了好吧。哎，除非反正这是我们毕竟相爱一场了，请我吃顿饭不困吧。末将愿成副职，随丞相出征。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。四条中五条反，好。看我二桃杀三士，往这边打。往这边，不要往那边，往这边。你看他出这个点数，你估计闪。对呀，又不是真难听，在这里嘲讽有什么意义？对呀，你也受不了这样的人是吧？我也受不了。又不是真难听，又不是。就难气，又不是这样子。这样子你嘲讽一下我真的认了，好吧。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，是这样子你还在那里嘲讽。你说我要怎么，你说我要怎么样，你说我烦不烦你，我是不是还不是很心里很烦了。我的心等在云间伤悲，过河拆桥。要有欣赏音乐的能力，知道吧？还要有这个心境。这个中国人唱歌好听的人非常多，什么都略懂，知道吧？喜欢唱歌的人也多，他唱你就听，知道吧？他在抒发感情的时候，你听他，你静静的去听他唱，
也是一种享受，你们不会享受，要会享受，知道吧？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。主播，别开枪，自己人。叹息着，谁又闭上了心？陛下勿忧。他可能把吕蒙看成吴国了吧？他可能觉得吕蒙是吴国。那个关索刚刚借了一下刀是吧？关索的身份其实是相反一些，关羽相中的一些。你是把你给他呀，你神经病。看我二桃杀三士。你神经病啊，内奸。你神经病啊，他反没有给这个人补。只能标内。直到现在，主流呢？群里有人妹子发照片，是吧？我看看，看是我认得的妹子吗？是小鱼颜粉不？我就想知道她长什么样子。哎，不行，好吧，是小粉。哎，给你个机会把他，哎，哎，给机会把他做了。我不借自己人的装备啊，我只借敌方的装备，即便是有激昂的机会，我都不借。嗯。那算了，你给我砸鸡蛋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雷杀！你难道还是忠？你群雄忠？不让你看见。还有一个忠臣，关云长。云长啊，陛下勿忧，大将军威严耸听。云长兄弟，万物苍生，幻化。云长兄弟，能不能搞点事情啊？云长兄弟，你这老没搞事情，你骑匹马，你是上等人呢。恶敌咽喉。你拥有上等人的天赋，你做点事情呗。你不然这样子，我们这被荀彧玩弄于股掌之中啊。哎，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。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，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。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，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？恩义当绝。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。然后呢？荀彧钟会，钟会开局一张差，再伪装身份190级以上。不是，
关羽不可能是内，一定是反；左慈不可能是内，一定是反；钟会不可能是反，一定是钟；荀彧就一定是反。那就这样推嘛，对吧？因为忠臣皇忠臣内奸吕蒙死了之后，打忠臣的人一定是反，吕蒙关羽做到了，那内奸又死了，钟会跳过钟会就不可能是反的啊，不可能的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所以身份就真实不可无解，没有关系呀、啊、这一血换三排，一血换两排，因为我认为没排。杀江东子弟何惧于天下，那咱们两个人一起玩吧，好吧，咱们两个钢板，好吧，忠臣钟会，我们俩钢板一起玩，我们两个一起玩一下，反正他们俩打起来，是这个局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如果你这刀杀荀彧的话，其实是 OK 的啊，是 OK 的，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钢板。钟会可以上马呀，怎么不能上马？上马，因为三个反的要联动啊，他得挡三个人呢，他也知道自己是嘲讽，怎么不能上？要上马的。桃子。恩已断，义当。但是我是陶爷，我们都在不断赶路，忘记了初衷。